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个主日咧，虽然我哋仲未可以一齐翻到嚟教会聚会，但系咧，我哋有互联网同一班好热心嘅弟兄姊妹帮我哋去预备，我哋无论喺唔同嘅地方都可以一同去敬拜神。好感谢神俾到我哋有生命气息，佢嘅慈爱信实从来都冇离开过我哋。当我哋仲有一息尚存咧，我哋都要去敬拜我哋天上嘅父。以赛亚书十二章二节系咁讲嘅。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神啊，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成就救恩。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唱一下这首诗歌《Hosanna》，去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在世间，地必翻动，地必惊动。我靠着十架恩典，抹去过犯与罪愆，能高声颂，能高声唱。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高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至高处。看圣徒与主相同。奋勇向前作主攻，燃烧生命，承担使命，要渴求复兴之火，暖透炽热我心内，活出生命，活出得胜。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高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至高处。医我使我心清洁。不可知，用信心体验，彰显主爱心不变，无间断。请更新监察心思，可倾出一生奉献主恩赐。一生不枉走天国，永生之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高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至高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于高处。Hosanna, Hosanna, Hosanna, 归至高处。Hosanna, 归至高处。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是这样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不知道我们还要在这个境况多久，我们可能开始疲倦灰心，
弟兄姊妹，让我们暂且放下我们的忧愁，我们继续去仰望盼望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赐下的平安是不像人世人所赐的，而且是用重价换来的。就算世界刮着狂风暴雨，我心仍是稳妥安睡，无论前路灰暗忧伤困倦，你让我站稳磐石之处，主你赐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赐，我的心不必再忧愁，也不用胆怯，主你赐下这平安，是用重价换来的恩典，手边伤使我得医治，受刑罚让我得到赦免。就算世界刮着狂风暴雨，我心仍是稳妥安睡，无论前路灰暗忧伤困倦，你让我站稳磐石之处，就算困锁劫难萦绕着我，我心藏着不死盼望，耶稣是我牧者，永在我旁，你像你肝都安慰我，主你赐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赐，我的心不必再忧愁，也不用胆怯，主你赐下这平安，是用重价换来的恩典，手边伤使我得医治，受刑罚让我得到赦免，主你赐下平安，不像世人所赐，我的心不必再忧愁，也不用胆怯，主你赐下这平安，是用重价换来的恩典，手边伤使我得医治，受刑罚让我得到赦免。Thank you.
这片干旱土地，没有丰足的收获。愿你察看是怜悯，赐春雨滋润大地，是你永看顾的恩义，叫我纵永不惊惶。现我以信心回应，献上迫切的祷告，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藉以成就的祷告，让我开始认识主大能。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像战士激发热心，显明你是独一的主，是你永远作王。在这片干旱土地，没有丰足的收获，愿你察看是怜悯，赐春雨滋润大地，是你永看顾的恩义，叫我纵永不惊惶。而我以信心回应，献上迫切的祷告，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藉以成就的祷告，让我开始认识主大能。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像战士激发热心，显明你是独一的主，是你永远作王。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藉以成就的祷告，让我开始认识主大能。求主兴起祷告的心，像战士激发热心，显明你是独一的主，是你永远作王，是你永远作王。让我们一起大家低头同心祈祷。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创造天地万物，你掌管万有，纵然我们经历一个疫症，我们依然信靠你的主权。我们感谢你，当人还作罪人的时候，你为了爱赐下了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摆上自己的生命，抹去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罪，你的恩典叫我们得着平安。主啊，在这个疫情里面，我们会感到彷徨、无助和软弱，求你赐圣灵巩固我们的信心，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我们由祷告开始经历你、仰望你、等候你的时间，让我们经历你大能。今个早上求你让我们专心聆听你的话语，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Thank you.
感謝神，剛才呢我們有下午堂崇拜的弟兄姊妹呢帶領我們唱好的詩歌，特別呢當唱到平安的時候，我發覺現在在這個疫症的當中呢，我們真的很需要平安，因為呢我們都很想是安穩，很想是安頓，我們都一起來到是繼續去將我們一些的需要來到是去交託給我們的神，因為我們相信呢上帝永遠都是我們最大的平安，是我們的保障。咁首先呢就係、是、都想大家一起去纪念我哋早堂崇拜呢一位姊妹郑英姊妹。咁佢因为呢嚟緊个星期五佢会去做一个身体检查。咁因为佢发现咗自己有癌病。咁呢佢都好需要好希望我哋弟兄姊妹呢能够为佢去祈祷去支持佢。咁所以呢一切嗰个嘅疗程个安排呢都会係等星期五。见了专科医生之后呢才可以有下一步 的行动。另外呢都去纪念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现在正正就是我们都适应在当中，我们需要网上崇拜。跟办公室的同工去沟通的时候呢也都是讲起有没有什么报告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项，很多都我都说没什么。因为个原因就是我们近排不是延期呢就取消。咁虽然咧，我哋好多嘅活动咧，好似系延期咗，但系咧，其实我哋亦都系有好多我哋身边弟兄姊妹咧，都仍然系健在嘅。咁所以我好呼吁大家咧，特别系喺我哋嘅群组嘅公告版嘅上边，我哋都会定时发放嗰个代祷嘅消息。咁咧，我相信喺祈祷嘅里边咧，都系联系住我哋大家。我哋喺个抗疫嘅当中咧，我哋嘅灵命咧，我哋嘅灵力都好紧要啊。咁我好希望咧，我哋大家可以喺呢、这个疫情的当中能够彼此守望，无论是早堂的弟兄姊妹下午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彼此守望彼此纪念。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去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天地的主宰，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神啊，我们实在心中有很多的挂念，很多的记挂，很多的担心，甚至有恐惧。但主啊，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的人生的风浪，在这个疫情的当中，你仍然是我们生命的里面唯一的主宰，唯一可信靠值得信赖那位的全能者。神啊，我们谦卑去到你的面前，我们将郑英姊妹她现在的身体的状况，神啊，我们求你去帮助她，知道她星期五的时候她会见专科医生，你都是为他 的癌病，你都是 去寻找一个有效的疗程。主啊，求你赐给他有这份的平安，有这种的力量。主啊，也都去为着在这个时间，可能在我们教会有很多的活动，我们都是要延期要取消。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中央浸信会，我们称为教会，并不是因为有这些的活动，是因为有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大家就成为了一间的教会。主啊，我们去求你在这个的疫情，我们需要可能在家里很少时间出街，没什么机会见到弟兄姊妹，但却给我们的心却不因为家庭门口的封闭而封闭了我们自己的内心。主啊，给我们继续的有你自己的爱心，有你给我们的温暖，你都是跟我们身边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不是一起住的家人，弟兄姊妹同事朋友彼此之间，我们都能够继续的去有关心，有互动，有问候。我们都去纪念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身体健康都是很重要，盼望我们在这个疫症的当中，我们能够是保守自己的身体，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不愿意令到我们这个的身体不能够得到一个最好 的保护和保养。而保养好这个身体的是我们自己很重要的责任。特别我们知道在个疫症的当中，不单止是只是我们自己要注意卫生，因为我们所做的事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家人，影响到我们的社区，我们身边的人。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大家一起去经历主，继续的去大家一起的互勉，一起的互相彼此代祷，互相支持。
神啊，我哋多谢你听我哋喺你面前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咁今日咧，我哋去一齐睇嘅经文系记载喺约翰福音13:31-38。约翰福音13:31-38，他寄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地荣耀他。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往往会经历两种的祝福，一个是叫锦上添花，另一个是雪中送炭。当我们人在好景的时候，如果身边的人能够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去分享这份的成就和快乐，我们称这一种的祝福叫做锦上添花。但风光快乐的时间并不是必然，我们并不是时时都生活在最如意的环境，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意外，有失落，会感到迷茫，会有疾病，会有危困，甚至要面对生离死别的痛苦。那个时候呢，如果有人能够在人跟他一起去面对，这个呢叫做雪中送炭，是患难见真情。刚才我们所看的经文，我们看到其实主耶稣他是要面对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患难，因为他要为人的过犯付上最沉重的代价，就是面对十字架的死刑，是一个死刑来的。在他还有自由的最后那几个钟头的里面，当时只有十一个门徒和他一起，犹大呢已经离开了他，他打算藉着出卖耶稣去逃离。其他的门徒虽然身体是和耶稣一起，和他同在一处，但是他们仍然是摸不着头脑，他们不是太清楚耶稣将要面对什么的事，或者是要做什么事。而今天我的主题，爱在鸡鸣时。鸡鸣啊，刚才耶稣彼得讲的那个时辰，那个时间。试问在患难的当中，身边的友伴其实对自己的支持是很重要。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在当时他的环境，他感受到什么呢？他 面对的是背叛，面对的是孤单。身边有人，但不太明白他在做什么，不太明白他会面对什么。甚至呢，门徒之首，我们说门徒的代表，个大佬啊，个领袖啊，彼得，耶稣当日明言话给他听，鸡叫之先，你要三次不认我。这样跟彼得去提醒他，话给他知。这个疫症或者已经带给我们不同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困苦和挑战。除了齐心抗疫，我们有没有在意神在这个的环境里面他的角色或者他的心意呢？经文是一个
英文里面讲到一个很熟悉但是有抽象的词语，荣耀啊，荣耀啊。我们不时都会说神的荣耀，或者会说在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荣耀神。什么是荣耀呢？当耶稣准备去面对这个死亡，他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天父上帝他也都因为耶稣而得到荣耀。耶稣这样讲，耶稣很重视自己 在世的时候那个身份。人子呢，耶稣很喜欢这样称他自己做人子，即是人的儿子，没有什么特别 的高深 的解释的。他是有血有肉的来到这个你和我现在都生活着的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他虽然是以血肉之躯来到这个世界，但是一些本质是从来都没有改变的。荣耀其实就是指到一个个体他本身所发挥的气质和生命的本质。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来的，但是他成为了人，所以他要面对人类所有的限制。他不是能人所不能，但是他神圣的身份和本质是没有改变的。耶稣虽然他带着血肉之躯，他仍然是神，但是他要以人的身份为人的罪恶过犯，包括我们的罪恶过犯，经历一次极之痛苦的死亡。为什么耶稣会称这个这样的面对死亡为荣耀呢？摸不着头脑啊，是因为他不会因为任何的环境令到他的本质有任何的改变。外显的事物不单止没有将耶稣的本质隐藏起来，例如他现在要面对的那个极大的灾困，反而是因为这些际遇令到他真实的去将他最真实的一面去显露给世人，给我们去看见。这个对我们每一个跟从神的人，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有极之重要的意义。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渴望上帝的临在，我们很希望能够效法神，我们追求生命灵性的成长，我们翻崇拜，我们去团契，我们上查经，或者是门训小组，或者是参加不同的训练，甚至在这个疫情这个抗疫，哇，我们多了很多网上的宝藏，有很多免费的课程，神学院很多种种 的专题的讲座，哇，发达了。我们有很多的学习，很多的训练。其实神怎样叫我们去成长呢？正正是在不同的环境让我们最真实的一面显露出来。我刚才所讲以上那些教会内或者教会以外那些课程种种的活动呢，我们去学习神的教导，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属灵的关系，我们知道我们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很不同的，并且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同样需要我们已经得到的神的恩典，然后呢神就容许不同的环境和那些的际遇发生在你和我的周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显明出来。曾经你有一个很爱主的肢体，他求神赐给他内心有平安，但是他经验到的是更大的不安，因为他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他又曾经求主给他有耐性，而他却是面对工作重重的困难，那些令他唞不过气的是非，所谓的办公室政治。他又想神成全他，在他的内心里面有多些的爱心，那他可以爱心地去对待人嘛。圣经不是说我们要去爱人如己吗？但他却在生活的里面，他活在一个当时他的屋苑很多人都不是很负责任的这样的情况，他自己的垃圾桶反而是时时爆满，不过装满的都不是他自己的垃圾，他自己的垃圾都没有地方摆。他为了这件事也都是很多次跟他身边的邻居争拗过无数次，他问的只是一个问题，这些人这样怎么爱啊？
他对上帝开始有点失望，因为上帝没有应允他的祈祷，求亲的事都是相反的，上帝没有令他变得更好，反而是令到他处处都碰着黑，不能自己。但上帝都不着急，很温和地提醒他，他说我已经应允了你了，肢体我已经应允了你了，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是上帝给他的机会来的，这些就是他所求的气，这些就是他所求的气质，就是在这些环境里面有待他去发挥出来。在这个疫症的里面，神同样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就是让我们在当中被显露出来，阁下最近的日子显示出来显露出来的心迹是什么呢？神没有误事，神仍然在掌权，并且是经营和很细心的经营着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经历，每一个一举一动。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这个多变不稳的时间，藉着你的生命仍然是将那些亘古不变的圣经价值和真理去活现出来。所以我们见到主耶稣呢，他自己在这个的环境里面，他没有变，他没有退缩，他怎样的环境他就仍然是依住他本质来到去发挥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其实那个荣耀呢，不是一个外显的光环，不是一些哇有个光环，我们经常说哇他带着个光环，耶稣的荣耀就是在他这一种任何的环境都不改变，这样来到去彰显出来，这样去显露出来。而继而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当我们去思想耶稣他自己正是面对这些 的困难，这些的难处，其实他面对这些的难处是要藉着他的牺牲去显明神的饶恕和挽回。耶稣的死是将要带来生命给我们无数的人有的盼望，和是神的恩典大能这份的光辉。所以耶稣他没有搞错，这个不是耶稣啊，即是是不是因为怕得滞冲昏了头脑，他就是不是都说自己是荣耀，他不是要去博取我们一些哗众取宠，他说他去死这个是他的荣耀，是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有这份的坚持和不离不弃。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坚持到底，他的坚持是什么东西呢？是神对我们的爱。就正如其实在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较早一点，第十三章第一节的时候，其实耶稣已经是使徒约翰已经表达了耶稣的心迹。他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看到我们在罪恶过犯的里面受害受伤，我们每日见证着无数的天灾和人祸，何尝不是或多或少都是因为我们人的自私，我们只是经营自己个人的生活，可能没有好仔细好负责任去考虑身边的人，我们没有理到我们身边的环境，很多的意外呢，有时最根本 的原因呢，是人自己错误的选择带来的恶果来的。例如交通意外，交通意外是有人的犯错，不过牺牲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天灾亦都是因为人呢，我们对环境的破坏的后果来的。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不要讲那么远，就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你有没有发现可能这个正正是你的经历，有些的失落，有些的成长的问题，有些的情绪的困扰，很多都是跟家人朋友工作间不是两时三刻突然之间的，是不断的这些的场合不断的发生，不断的日积月累之下的结果来的。耶稣基督他就是因为爱
爱我们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我们。他不会因为眼前一切这些环境有任何的退缩和有任何的改变。所以他提醒门徒亦都提醒我们，无论任何的环境，最重要的是人啊。当我们讲到神的荣耀的时候，特别是基督说他有的荣耀的时候，其实基督的荣耀在这里就在于他对人有一份他自己本身不变的爱。当然这份的爱也是从上帝那里来，因为耶稣基督和上帝和圣灵都是神。所以这个就是神要显明这个爱，他提醒的是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我们最重要的是人啊。耶稣他说赐给门徒一条新的命令，他说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爱人如己，在旧约的里面一点都不陌生，其实在旧约的里面开展出来，是透过那些律法，可能我们看旧约觉得很沉闷，很多的律法，很多的规条，很多的守则，但是神就是透过这些守则去吩咐古人呢，去活现这种人类的价值和真理。但去到耶稣的去到世界的时候，他降生，他不是去废去了律法，他不是废去了旧约，而是更新了旧约。怎样更新啊？旧歌新唱啊，我们很兴啊，是不是这样翻身啊？不是啊，而是耶稣他以自己以他的生命作为律法那个终极的示范啊，就是用他的生命来到示范。这个一个生命不是条文来的。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就是用心关注人不同的需要。上帝是赐给他有神迹大能，但是他不忘记去挽回人失落了的自尊。他还记得，大家记不记得他呢去医治一个麻风病人的时候呢，他不是先去讲，而是先去摸。他摸他，再去医治他。亲近接触是人类社会里面最大的医治来的。不要忽略了你身边的人，要用心去尊重，去关注他们，肯定他们的价值。耶稣呢，他这一番的临别的赠言，他不是只是单单去提醒那十一个的门徒，其实犹大都有份的，不过犹大选择放弃，他离开，所以没办法。但这十一个的门徒，耶稣不是只是跟他们讲，更是延伸到我们的家，我们的朋友，教会，所有的人。在这个疫症，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难耐、最难顶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封闭自己。我们出街都不得，唞啖新鲜空气都不得。这个都是没办法，因为个疫情未受控。但是这个正正就是我们在个疫情的里面，我们去抗疫，但是我们不是抗拒人。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我们身边，我们连身边的人都没有得到我们的爱心的保护和关注，其实对一个很远的世界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不是由你本身去开始这种爱心的氛围，那其实其他的东西都不关到你事。最好最重要的开始就是由你开始。我不知道阁下呢，你会怎样去打算在这个疫症的当中呢，去关心家人，继续去关心弟兄姊妹、同事和很多不同需要的人。如果我们连身边的人我们都没有得到我们爱心的保护和关注，对世界呢都没有意义的，都不会关到我们事。但由你自己去出发，由你身边你这个爱心的氛围去开始，这个是最好也是最重要的开始。我不知道阁下你打算在这个疫症的当中怎样去继续关顾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姊妹、你的同事和更多不同需要的人。而去到最后，
当我们看到耶稣他面对的这个的事情，还有他在门徒当中他的反应的时候，我第三个重点是说，其实信徒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耶稣荣耀的洗礼。怎样为之耶稣荣耀的洗礼呢？当我们去关注我们那个经文的时候，其实到最后是带出一个耶稣讲了一个很沉重的打击来。因为主耶稣他明言使徒彼得他要在鸡鸣之前三次的不认他。人在患难的里面，我们会面对迷惘，我们会不知道方向，有时我们会行错了路。虽然我们即我个人呢，我对彼得他那三次的不认主，当然我们今天呢不会有时间去看他当中怎样不认主法。但是呢，我好心体会呢，其实他的软弱，彼得是有软弱，但是他的软弱未必是来自呢他怕被捉拿，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对耶稣面对逼迫的时候，那种被捉拿的时候那种态度呢，是有违背他对耶稣一贯的认识和期望嘛。他因为不满意他生耶稣的气，但是他又不甘心，所以他苦苦的纠缠跟住耶稣去到他初审的时候那个外院的范围，他仍然都是望住耶稣，看看他会不会来一个最后的反击。但耶稣一点说话都没有说，只是好像一只被杀的羔羊，这样张宰的羊，这么不堪一击。我认为他是因为要对耶稣表达这种为什么这么软弱和这么不堪一击，令到他对耶稣觉得陌生，对耶稣去疏远，这个不是我的主来的，他不是这样的，他死人都可以复活。但无论彼得真正的由衷是因为他是害怕被捉拿，还是在他心里面交战忍恨耶稣这种这么软弱的表现都好，我们每个人都总有失意的时候，觉得很陌生的环境，或者在危难的里面感到主远离我，或者我自己都远离了主。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有不少的人觉得突然之间很彷徨，不知所措。有些人更加他们会质问神啊，为什么会是这样。在最近呢，一个的小组，我也都听到有组员去分享什么是试探和试炼那个分别。大家呢都在这分享自己一些不同的情况和遇到的困难。试探和试炼呢，不在于那件事本身，而是事件背后呢去显露出来人那种心态和动机，人怎样去回应，怎样去行动。一个处境可以令人很有信心，令到人很忠诚去坚持上帝的价值，但同一个处境可以是绊倒人犯罪离开了上帝，但上帝是不会去令人跌倒，他不会试探人，上帝也不会做一些很邪恶 的事要人去面对和选择的。世界上有很多的罪，有很多的困局是源于我们自己，是人，包括我们的自私，我们罪恶的本性。我们说魔鬼，魔鬼试探我，魔鬼煽我，其实魔鬼只会试探人，但做和不做呢，是人自己的选择来。但有一个很重要的盼望，是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是没有看得见，因为呢 是在路加福音的里面呢，在同一个处境呢再补充多少少的说话，当时的处境。我很想借这个机会呢读给大家听。在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呢，都是一样，耶稣呢预言彼得是会不认他的。但是跟着耶稣还有说话讲的。耶稣说呢，他说主又说，西门西门，西门是彼得的另外一个称呼，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西你们像西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主耶稣呢，他仍然一直看顾着你的一举一动，你的难处和其他的需要，他是知道的。在希伯来书7章25节也都提醒着我们，他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神是不会放弃，他是会跟我们一起。同一个时间，他更加吩咐我们，去吩咐你，不要只是单单顾着自己的事，而是要尝试关注一下你身边的人，去爱他们，关心他们，支援他们，为他们祈祷。这个就是爱最具体的行动，亦都是现在这个世界最需要的行动。愿意我们呢都不惧怕，不灰心。如果我们会有失望，我们有跌倒，耶稣都讲了，我们人谁无过，我们都会有迷失的时候。不过当我们稍作沉淀，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再起身，再上路。如果心里面我们有力的，我们不要收起来，透过你的行动燃点你，燃点起其他人的生命，令他们觉得自己有意义，有价值。因为实在很多的人，他在家里面是很无助，现在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孤单，他很需要你去给他有一个的关心。愿意我们因为主的荣耀继续的去抗疫，亦都继续的在主的里面去成长。我们一起去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去多谢你，是你不离不弃的爱，让救恩能够成就。我们知道就算世界怎样去变，但是你的恩典，你的慈爱都一路的不会变。这个就是你的荣耀。我们亦都在你的荣耀的当中去接受这个洗礼。神啊，你是信实的主，但我承认在困难的当中，有时我们都会惧怕，我们会退却，但你从来都没有因为这样而嫌弃离开我们，你却是继续扶持我们。就算耶稣现在在你的右边，他仍然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祷告。我们多谢主，我们多谢你去这样去扶立我们，也都愿意在我们的有生的年日，在我们无论是抗疫，无论是任何的处境，人生任何的环境，我们都愿意是跟住主领受你的爱，亦都是用你的爱去爱身边的人。主啊，我们多谢你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跟着呢，我们请敬拜小组呢继续去跟我们唱这一首回应的诗歌《因你荣耀》。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去唱一下这首回应诗《因你荣耀》。谁以双手开创万有，谁以恩典掌控宇宙，谁会甘心走上十架，流血牺牲将我拯救，高举基督我主，满是荣耀和真理，颂赞基督大爱彰独你，信实未曾改变，上帝恩典赐生命与冠冕，因你荣耀，我的心为你奉献。荣美君尊都也属你，歌声响遍这地，无数天君天使下拜，同去宣
举基督我主，满是荣耀和真理，颂赞基督大爱彰显，唯独你信实未曾改变，上帝恩典赐生命与冠冕，因你荣耀我的心为你奉献，颂赞基督大爱彰显，唯独你信实未曾改变，上帝恩典赐生命与冠冕，因你荣耀我的心为你奉献。我们一起去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都时时刻刻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感谢神让我们抗疫，虽然在网上，但我们仍然是主的天君天将，我们在主里面的关系是不会有任何的情况来都是有任何的阻隔。你我在神家里尽献真心不后退，互勉分担，抛开忧虑也送走疲累，愿与你觅寻真理，立志跟基督道理，共你分享主恩滋味，这爱心中记，让你将基督的爱奉献世间到未来，携手冲开黑暗的爱，我也将主恩高唱，愿意此生去传扬，唯愿与你一起作天将，让你将基督的爱奉献世间到未来，携手冲开黑暗悲哀，我也将主恩高唱，愿意此生去传扬，唯愿与你一起作天将。感谢我们的神，特别很开心、今天因为我们粤语崇拜呢其实是早堂也是下午堂，今天呢我们特别是有下午堂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陪伴着我们，支持着我们，跟我们一起去敬拜，我们很感恩、这样呢就有少少的报告，都是提醒大家我们呢、那个网上 的奉献、大家呢不要忘记奉献。咁另外呢就係、我哋都去纪念到我哋嘅继续嘅网上崇拜啦。咁我都鼓励大家喎、我知道呢每一个朝早而家嘅时候呢你睇緊可能係透过 YouTube 啦，可能係透过呢个 Facebook 啦。咁呢如果你上咗去嘅时候呢我哋大家都可以一起嚟到係去 say 个 hello 啦。咁可以大家喺个网上嘅里面呢起码唔使淨係在个画面的里面，我们见到有好好的敬拜小组跟我们一起，但我们其实大家弟兄姊妹都可以一起去听到嘛，一起去敬拜，一起呢去享受神的同在，那我们可以呢 say hello， 那所以呢继续准时起身，准时呢我们一起去跟上帝呢 say hello， 去敬拜他，那我们的报告呢到这里了，祝福大家呢身体健康，我们下个星期再见。